哎，今天先是30分钟跑步，跑5公里，做完有氧之后就是重训 ，chest and traps， 胸跟三头，每天都还是可以练肚子，继续流汗。最后一下就是要保持6秒，这样子肌肉才会被撕开。Ready。Ready。其实我已经不是个新人，大概就是一般的年轻人。大家眼里我已经是名人，但事实上我的问题很惊人。看到他在舞台上的舞蹈，一直没穿着亚马斯的旗袍，终于冲动的过去自我介绍。这一集，我锁骨下面的胸，在台上流那么多汗，应该也会吓人。发型师跟化妆师觉得，完蛋了，继续流汗。先是30分钟跑步，跑5公里啊，做完有氧之后就是重训，第一天会是 chest and trap， 就是胸跟三头。待会儿还是可以加强这个有氧的部分，因为唱歌在舞台上就是不能喘。I'm ready。我们的歌那么真，不过街跨时代，再不会叫 kiss goodbye。 公司来了一个很棒的滑步机了，谢谢乔山。以后我在这边办公坐太久的话，就不妨来这边滑一下，好也很方便。这个运动完了之后可以收起来，没有任何理由加班不运动。